唔该，我要呢袋。老板啊，你收边一种支付工具噶？我已经升级咗最易用，你用手机打开任何一种本地二维码支付工具，扫一扫呢个二维码牌就俾到钱啦。你已收款30元。收到啦，多谢晒。老板啊，我要呢袋。咦，系咪收到钱啊？等我喺商户平台查翻交易记录先，好易噶咋？等我睇睇。OK， 收到。真系越嚟越方便啦！不过你唔惊俾人换咗你个牌，收咗你啲钱咩？所以要好好保管自己个二维码牌，搵食靠晒佢噶啦，最易用，收钱俾钱至轻松。